舞台上跟着节奏摆动的学生用族语吟唱着部落老人家流传下来的故事。桃园市107年度原住民说唱艺术比赛14号热闹登场，每队参赛队伍盛装出席，也透过站上舞台让师生跨校观摩交流。比赛开始我很紧张，然后到比赛完毕的时候我觉得轻松一点，就可以放下我那个紧张的心。其实一开始我还不知道那个就是泰雅有那么多歌曲，然后就后来就参加了合唱团，然后就让我学到更多泰雅的那个歌曲还有舞蹈。为了让学生不仅学习开口唱族语、跳传统舞蹈，赛事还包括族语说故事以及演说，让学生能够从每次的记忆到内化，让文化的种子从小生根。我们希望在做动作的地方就让他们知道泰雅族女生跟男生他们传统的动作跟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对，就是也透过合唱团的这一次的表演，然后让他们学习一些泰雅族的文化，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包含语言歌谣，甚至他们对于一些艺术性的东西能够增长他们对于这个文化的认同跟学习。桃园市原住民说唱艺术比赛从民国94年开始举办，当初只有复兴区12所小学参与，直到现在已经扩办到桃园市12乡镇学校都来报名，每年参赛队伍逐年递增。由于桃园市逐渐成为族人外移的第二原乡，主办单位也期盼透过深化原住民族教育，让族语继续向下传承。原视新闻决赛麦徐嘉荣桃园大溪采访报道。